先从武林农场回到家，然后现在上去顶楼。今天的八楼子其实可以看到星星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在我家顶楼看来看。我们死来人掉在这里。先后坐在那边。这也是八斗子鱼港。可以看到，右边是望右。这边有基隆屿，还有海上的渔船。这里光害有点严重。我们看天空，这边很明显。我们把镜头16 mini 拉到 1.2 倍角，先后做着景致部分的。右中那是虫子，我现在把先后做置中。今天这点光还有点严重。ISO 25600 4K 30:30 f/1.4，这是八斗子我家顶楼，海面上的都是渔船，所以光害有点严重。Thank you.